我实在很纳闷为什么他们要养鼠，也很不懂。然后常常这样，常常这样，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很也很想像他们那样子，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像他那个样子，但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感受那种狂热爱情，那种激动，这是我现在很想要的。